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离歌，今生不可得，天涯各奔荣心乱，天缘长久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却近不得，天际一分涌冲去月，百年后所幸思念终成歌，离人回音含笑着夜奔长空，雨晴的树并没消失，好心肠泪不知消失，却总不知有心苍穹正开阔，不我思我叹，一夜不敢求白头，这世间不必多解释，若心痛人不知如何。姬姬，姚德，老三，所有的亲家旧人，我今年对不起大家，是我无能，是无言了，不能为大家平冤，还连累族人枉死。小曲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，此仇我情眼必报。来，快点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民间女子服小，有幸怀上皇室骨肉，赏白银千两，锦缎百匹，雀金裘一套，钦此。谢皇上。皇上吩咐了，小强扶小姑娘千金贵体，奴婢们好生伺候着。是。冯公公，您看您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在您眼里永远是个小把戏罢了。不敢，老奴有眼无珠，没看出您这么深藏不露，现在翻身做了主子，还不好好尝尝被伺候的感觉？那些东西都是给我的？都是皇上赏您的。好，扶小姑娘，您这是要去见皇上吗？不。我要去趟千羽卫。哎，听说了，皇上娶了个民间女子叫拂晓。什么拂晓？那就是小强子。小强子？哎呀，没错，那以前可是我哥们，真的。哎，他不是个男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当然不是男的，人家现在是一飞冲天。这难怪小强子进宫便深受皇上喜爱，短短的数月成为千羽卫督军，降服了十万千羽卫统领燕长云，随即摇身一变怀了龙子，未来极有可能入住后宫成为强妃，跌宕起伏，叹为观止啊。
燕头领，何门九男？你还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怀上了龙子，母凭子贵，但你还有机会啊。你要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，趁我还没册封皇妃，可以和我说呀。哎呀，燕长云，你别喝酒了。你昨天为什么没来救我啊？我差点没命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我知道，皇上会来救你的。那皇上是皇上，你是你呀。那能一样吗？你到底在不在乎我？我当然在乎了。你喜欢我吗？岂止是喜欢，但如今你留在皇上身边才是最安全的。你现在是皇上的女人，说话注意分寸，以后请自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请你自重。老大，小强子好像哭了。阿哲，啊，我是不是变了？大业未成，我却开始贪恋和他的生活，激情似乱，累受身负重伤，初月还在萧权的手里。我什么都没错，我有什么资格拥有他？或许没有我，他会过得更好吧。这个燕长云根本就不配喜欢我。等我一飞冲天，当皇妃，当皇后。不行，皇后还是算了吧。我要天天把你按在脚底下践踏。强哥，哟，您这个吃法，这可别撑着肚子里的孩子。你看。有反应了吧，强哥，您别坐着，我这扶您起来消化消化神儿。哎呦，这现在在这个皇宫里，燕长云不理我，皇后也不理我，我跟皇上怎么相处啊？别担心，还有我呢。小刀子。还是你好。那当然了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当初你进宫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不一般，你是深藏不露啊，皇上你都拿下了，你这肚子里可是个宝啊。哎呀，可千万别伤了身子。皇后娘娘，不要脸，你还好意思来？
娘娘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，但是我是真的真的有苦衷的。拂晓，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可你居然……我发誓，我对皇上没有半点心思。我生你的气不是因为你怀了皇上的孩子，而是你不该一直骗我，你不该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都不告诉我。那我以后再也不骗您了，我向您保证。而且皇后娘娘，您知道吗？整个后宫只有您叫我拂晓，其他人都叫我小强子。您看，其实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的。你这缝的也太丑了吧！都怀着孕的人了，还到处乱跑。皇后娘娘，您真是不生我气了吧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你都怀着龙子，还照顾不好自己。雪茹，你去吩咐各宫嫔妃照顾好拂晓。是。小姑娘，早上好。早膳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行，太油腻。不行，没营养。不行，胃会凉。不行，太清淡。那我能吃什么呀？随便。化妆好，心情好，胎儿自然好。哎，胭脂水粉伤身子。玉石好，玉石啊有益胎儿。不能做，不活血。不能靠，伤胎气。皇上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这宫里哪是人待的地方啊？朕不是人啊。您是神，行不行？神，您放过我吧。是，您在后宫的时候无人问津是很可怕，那我忠心捧月我更可怕呀，他们可都是冲着我肚子里的宝贝来的，再这样下去我肚子还大不起来，迟早得暴露啊，那我还不如去死呢。不用，你看，这是三个月的，这是六个月的，这是十个月的，怎么样，朕聪明吧？聪明，三个月的，六个月的，十个月的，那十个月之后呢？你让我生什么呀？我还是去死吧。不用，朕找屈太医给你诊断一下，就说你怀的是哪吒，还可以再拖三年。我现在就去死。哎，朕还有一个万全之策，就看你敢不敢。我都要去死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您快说吧。好，你随朕回寝宫，咱们假戏真做，朕绝对有能力让你怀上龙子。走着。你还是把我弄死吧！皇上，臣斗胆问一句，陈萧权到底是不是奸佞之臣？这萧尚书何出此言呢？但是燕统领一直视臣为奸佞，处处刁难。现在又把萧府围得水泄不通，日夜盘查，害得臣府中的家眷担惊受怕，不得安宁。如果皇上您也觉得臣是个佞臣的话，还请皇上赐臣一个痛快。哎，燕统领，请皇上明鉴，千羽卫奉命查案，并无二心，倒是萧大人的刑部大牢内关押着许多无辜之人。燕统领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关照的关妓出月吧？
早就听闻燕统领有意知己，为都城名魁，色艺无双，这怎么关进了刑部的大牢？回禀皇上，初月和官友余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他父亲就是当年定国公秦文忠的副将，逃亡多年的雷暴。皇上，15年前，初月因官友之变所累，被贬为官妓，以身赎罪。这些在云韶司都有案宗可查。不知萧大人为何突然借题发挥，诬陷初月，针对燕某。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，又为何为了一个官妓兴师动众，大动干戈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两位爱卿一文一武，这都是朕的左膀右臂，朕对你们啊是同样的信任。燕爱卿，萧尚书查到了初月姑娘，那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朕相信他肯定不是针对你。萧爱卿，这燕统领保护萧府，那也是情有可原，这不是为了早日查出凶手吗？你就忍耐一下。今日早朝，朕就说点高兴的事儿。朕的喜事你们也都听说了吧？这皇室后继有人，朕呢要给拂晓一个身份，朕决定册封他为妃，你们可得抓紧筹办啊。禀皇上，此事实属难办呐。这太监怀孕的奇闻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甚至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，这影响坏得很。是啊，皇上，普通百姓倒也罢了，此事若是传到藩邦外国，这恐怕南国的脸面。萧大人，你说呢？回禀皇上，册封虽然是大事，但这毕竟还是您自己的家事。既然小主已经有了您的孩子，臣就不必多言。万万不可。参见皇太后。皇太后。众爱卿平身。谢谢太皇太后。皇上，你要册封她为妃，这简直有辱皇家的体面嘛。你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？皇祖母，不是您让我照顾他，保住胎儿吗？没错，哀家只要他腹中之子，至于他，等他诞下皇子之后，哀家自有安排。皇祖母，您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有什么想象啊？是啊，这个人上面太意外了，是啊，是啊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这怀孕可真好呀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皇后娘娘，我还以为我怀孕了，大家都会不开心呢。怎么会呢？这以前啊，皇上总躲着我，我还以为……不过现在好了，现在啊，大家都有希望了。拂晓，你可要好好照顾肚子里的孩子，他现在可是我们整个南国的希望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！宝宝突然踢了我一下。啊？
这不才怀孕几个月吗？因为是龙子啊。哎呀，哎，皇后娘娘，我想去躺着休息一下。快去快去。好好好。快扶着点，扶着点，快快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不要紧吧？福晓，参见皇上。你怀着身孕呢，别到处乱跑。皇上，你刚刚碰到燕长云了吗？碰到了，刚才还看着他呢。燕统领最近心情不太好。是吗？为什么呀？他的红颜知己初月姑娘出事儿了。初月？她怎么了？萧尚书说她是官有余孽，怀疑她与刺杀萧丞相的凶手有关，直接就将她抓了起来。那燕统领一听就怒了，他们俩的关系你也知道，上次没来救你，好像就是去救他了。他上次没来救我，是去救他了？啊，算是吧。我不是说错话了吧？雷叔，少主。喝药吧。好。我听说那个小太监是女人假扮的，而且她怀了狗皇帝的孩子。她没有怀孕。你能确定吗？嗯。少主，你可别忘了，她失忆之前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现在她又成了狗皇帝的女人，一旦她恢复记忆，我们多年的计划就得前功尽弃，毁于一旦。我们需要玉扳指，眼下就只有等她恢复记忆再做打算了。不可，太冒险了，这个祸患他不能留。老夫这辈子对你父亲，对你是尽职尽忠。我唯一对不起的人是初月。我知道初月她是一心想嫁给你的。雷叔，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，更何况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不管娶了谁都只会给对方带来危险。我不想再让任何人因我受到伤害，就像当年那个小女孩一样。私藏朝廷逆贼，这可是死罪。我怀疑当年的那个人没有死。官有之变过去这么多年，都城里留下的都是那些残兵游勇，是不可能杀我父亲的。秦言，嗯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就这么确定当年的秦言死了？当然，是我亲手接过了他的性命。Thank you.
或许他命大，跌落悬崖没有死呢。如果他没死，他能为官有之变杀我父亲，说明他还不知道太多的真相。我们可以再次的除掉亲眼。再一次，小泉，你还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吗？先生，我萧权的胜利从来不靠运气，我相信你这位宁国皇子也不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由天注定吧。只要我们再次联手，像当年一样所向披靡，你夺回宁国皇位，我坐拥南国江山。你说要我替他讨要册封？嗯。恒儿啊，他怀的本身就是皇上的孩子，对你是一种羞辱，你怎么还替他讨要册封呢？哥，我并不在意是谁怀了皇上的孩子，只要皇上后继有人，作为皇上的妻子，我便会为他感到高兴。当下我最担心的是拂晓的安危，等他生了孩子之后，太皇太后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我的傻妹妹，哥哥这么跟你说吧，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为什么要帮助他呢？你再仔细想想，即使我们两个人帮他讨要了册封，以后你在宫中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哥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他现在怀了皇上的孩子，却不能成为皇上的妃子，皇上为此寝食难安，忧心如焚，我心疼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开口闭口都是皇上，他又曾经几时考虑过你心里的感受呢？我只想让皇上高兴。哥，求你了，你去向太皇太后求个情，了了皇上的心愿，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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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叫你是我宝贝妹妹呢？答应你了。谢谢哥。行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皇上不能有孩子，那个女人不能留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为你筹备和皇上的喜事呀？谁说我一定要嫁给皇上了？我知道此事困难重重，但是相信我，会有转机的。啊？封妃一事是南国的大事，那天皇上会写下册封诏书，率领群臣知告太庙，还会专门为你设立一支仪仗，护送你入宫成婚，花团锦簇，共入洞房。但是，你可不能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独占皇上的心啊！哎呀，皇后娘娘，您真的不介意吗？介意啊。嗯。但是我知道，皇上不是我一个人的。真的爱一个人，就不要计较那么多，真心真意的为他付出，只有他快乐了，我才会快乐。娘娘，您太善良了，您这样爱一个人，不觉得委屈吗？不觉得辛苦吗？有委屈，有辛苦，但是为了他，都值得。唉，皇后这个人真好，可是，爱一个人不就是应该要得到吗？那么辛苦的投入感情，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？反正我是做不了皇后那样的人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跟燕长云在一起。嗯，
别叫，是我。是你呀？你怎么这么久没出现啊？哦，你给我安排的任务我做了，但是你给我的那包药被别人灌我嘴里了。真的不是我完不成，是燕长云太厉害了。我知道，这次来是有别的任务。别的任务？过来，靠我近点，我告诉你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我。那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居然好意思问得出口！皇后娘娘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勾引皇上和皇上怀上龙子。既然你羞辱皇后，那我便要杀了你！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雪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不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娘娘，您不必再为奴婢辩解了。奴婢虽然做错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后悔。即使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奴婢依然会杀了这个背信弃义的贱人。放肆！燕统领，把他拖出去给朕砍了。皇上，臣以为一个奴婢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定是受人指使。请皇上准予臣带他回去审问。好，此事定要彻查到底。是。来人。在在。带回千余位。是。娘娘，奴婢对不起你，奴婢以死谢罪。雪茹，雪茹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雪茹根本就不会死。雪茹的话不可信，她的理由看似完美，但经不起推敲。你是怀疑皇后娘娘？皇后娘娘不会做这种事的。我没有在怀疑娘娘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宫中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，你根本应付不过来。哀家只要他腹中之子，至于他，等他诞下皇子以后，哀家自有安排。如果你想，我可以送你出宫。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就想把我推开呢？你说话呀！你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什么呀？你这样真的很不令人喜欢。皇上，雪茹死了之后，皇后娘娘那么伤心，您还有空在这喝茶呢？你怎么跟皇上说话呢？怎么跟太子他娘说话呢？哎，老奴错了。太子他娘。
为了他，我忍了那么长时间，这个娘我不当了。哎，吁吁吁！小心动了胎气啊！十个月嘛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忍不下去了。看什么看？还不退下？是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太皇太后知道你没有孩子，死的不是朕，是你？朕向你保证，只要时机一成熟，这个东西立马帮你拿掉。那个那个。那什么时候啊？十个月之后。那不还是一样的吗？男人没一个靠谱的。我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你走慢点儿。哎，就是脾气暴了点。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，脚下一摔，孩子一掉，毫无破绽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！小姑娘怎么了？肚子没事吧？我的孩子没了！快起来，小姑娘起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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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干就干。这儿太高了吧，这儿也行。反正也没人看见，我直接趴下不就行了？嘿，萧权真是冤家路窄。撞倒，我的孩子就这样没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。你没事吧？我有事儿。
何惧风雪扰乱我心房，不舍不忘。